欢迎收看《美美浓里浓气》。黄金是令人痴迷的存在，有一句话说得好，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可见黄金的贵重了。然而这么贵重的物质不仅在地球上稀有，在宇宙中都是稀有的资源。黄金的生产是奇葩的，与铁等元素可以通过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合成不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只能够在超新星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中合成的金属。再加上超新星爆炸可是百年难遇的，历史上只出现过十次，最近一次还是在宋朝的时候，所以地球上很难出现大量的黄金，更不用说宇宙上的其他星体了。但凡是没有绝对，在茫茫宇宙中还真有一颗黄金星球。之前美国、英国和欧共体合作发射的一颗卫星探测到，在距离地球2500光年远的巨蟹座 K 中，就是狮子座狮头的附近，在夏夜可以见它的表面被黄金覆盖，而且它的大小约是太阳的三倍大，内部由锰构成，表面全部是黄金，预测黄金含量至少是1000亿以上，是地球上黄金总量的几百万倍以上。看到这儿，小伙伴们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呢？不过想要打劫的小伙伴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毕竟2500光年的距离，即便使用光速太空飞船前往，往返也需要耗时5000年。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请点击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